大家好，我是石乃丽，我们园艺达人李丽媛。你好。你好。哎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那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给我们按订阅，按小铃铛，你会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视频。哎，今天又出了一个绝招哦。是。我知道，像我们有的时候，像圣诞节啦，或者什么的，大家要出门嘛。是。你去看看自己的孩子、孙子啊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对啊。那你要出远门的话，那家里面的植物没有办法照顾。哎，你说的太对了啊！那没有办法常常浇水啊。没错，嗯，在地上呢，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自动灌溉，对，那就不愁了。我的自动灌溉还是两套，因为我怕一套失灵了，另外一套还能够补助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是乃丽讲的重点，嗯，我们在室内的植物，这可以，这像这种菊花都可以放在窗边呐，对不对？像这个也是可以放在窗边，嗯，但是你要出去以后。没有人帮你浇花嘛？超过一个月，不要说超过一个月，超过三个礼拜，两个礼拜都不行。对对，有些植物它很需要水分的。那我在想说，我们怎么样？又动脑筋了。哎，反正这种浅薄的动脑筋我都会。以不变应万变，你看看它什么方法都有，你看看，哎呦。这个奶粒就是我们那个保鲜盒嘛，哎，这个很便宜嘛。你买的有时候多少钱？两三块钱买好几组嘛？对对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这个又大大小小都有。对，大大小小，而且这个又结实，所以上面有盖子。好，这个盖子呢，我们要弄电焊枪，把它钻个洞。钻个洞，啊！而且你这个盖子啊，你稍微买的比较结实一点，比较硬一点的，你这个点热了以后，上去把这个孔啊。你稍微碰它，我跟你讲，不要久，一下子它就成这样一个孔了。嗯哼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孔要大一点，因为等一下我还要讲啊，嗯，怎么样让这个水能够上来？你花盆放在上面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没有用啊！对呀，你花盆放在上面，它吸不到水呀。对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对对对，所以我就想到一个办法。哎，会动脑筋，你看看啊。谢谢谢谢，那头长得大不是白长的。好。看到没有？有这个是棉的袋子啊。啊，尼龙的效果并不是很好，要用棉的，用棉的，吸水性是吸水性很强。你看，你这个如果说放在底下啊，这底下要叫倒水，你这个里面要倒水，里面装水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，倒水啊，这个盖子里面要倒水的，不倒水是没有用的。然后呢，加水，倒一点点肥料，一肥。啊，倒一点点，绝对不能多啊！你看看，只要一点点啊。哎，好，够了，哦，够了，够了，因为它很浓，它非常浓，它 concentrate， 而且营养很丰富，营养也对，就影响它长得好。好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加水嘛。哎。啊，加水，加水。好，你可以水加满一点都没有关系啊，水加满一点都没关系。然后呢，你比照啊，你看这个，是不是需要、这个董董？哎，这个董董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水会上来的呀。啊，这因为你这个袋子哈、啊，还有一点，各位好朋友，你这个袋子要湿，你看看，要湿，你不湿的话，干的它吸水就慢，有的时候效果不好。你先弄湿，嗯，弄湿以后，对不对？你就比照这个花盆，它底下有孔嘛，来你看。对啊，那底下有孔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跟你讲，你就塞进去，把这个袋子啊塞进去，啊，这个孔啊，对，这样子，嗯，来让它有个里面有个松的空间，它这样就会吸上去了。它会吸上去，哦，它会吸上去，哦，对，然后这个把它塞进去啊，这个塞进去，塞得多一点，嗯，塞得多一点，塞得多一点，塞得多一点啊，塞得多一点。好了，这个比例的时候你就可以。你这头也要放进去啊？对呀、啊，我要比个还没讲完嘛，还没讲完可以吧？好哦，好、哦，你要比照这个下面有多少呢？但是你也不能就讲剪得刚刚好，你这个袋子不能说刚刚好接触到水，你要多留一点。我告诉你，多留一点，哎、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多留一点，你看啊。这个里面已经有水了啊，能够再放多一点吗？对，可以。对呀、啊，你多一点的话，它吸上去的那个力量就更好，更多。对对对对，哇！好，
更好更多。每个花盆就可以用这样来处理。对，对不对？你就是买个几块钱，买好几个盆子，你所有亲爱的都把它放在这个上面，然后放在窗边。哎，来丽，告诉你，这样子放进去，你不是说放一点点接触到那样的效果没有这个。底下多一点它就上来了。哎呦，告诉你，它就上来了。不要从上面浇水了，它底下这个水啊，看到没有，它底下的水就往上慢慢吸。其实啊，当它这个植物的根呢，没有水分的时候，它要活命，它自然就会吸这个水。对，它吸了以后啊，这是无形之间的，它就把这个水慢慢提上去了。慢慢提上去，但是你里面那个要塞的多一点。我刚塞进去啊，塞的进去要塞的多一点，甚至你可以塞两头，这边塞一个，这边也塞一个，塞两头那是更保险。哇，所以我们在家屋子里面的植物的话，都可以用这个方法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有大的花盆，大一点，这是放小的，大一点的，你这个一样可以加。用大一点的盒子，大一点的盒子啊，你看是吧？对对对，结实的，哎，你放在上面，大的花盆放在上面。照样吸，哎，看到没有？照样吸，嘿嘿嘿，对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这个底下的要多一点，要放多放一点，它感受到这个水以后啊，它上面吸的就快。对，哇，这个方法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你出去你就不要担心嘛，是啊，是啊，或者怎么办？你说你狗啊猫啊可以看，让请人家来喂一下，那个植物也要照顾，植物要照顾啊，植物。对呀、啊，所以可以放心的出去旅游了。对对对，你要买几个盆子嘛，你好多家里面心爱的植物都可以这样包。哇，保护它，这方法真的很棒，很棒，真的是，哎呀，聪明。哎呀，谢谢，哎呦，难得又是夸奖我一次，真，今天什么日子？这就是、啊、太阳打西边出来的。好，那谢谢您的收看哦，谢谢 Robert， 谢谢，这个方法太好了，我想我们的所有的朋友，你可以安心的去旅游了。是，谢谢，给我们按个赞。请按赞。